都有道理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你相信你是物质的，那么西医更适合你。如果你完全相信你是物质的，如果你还相信你精神层面的东西，说能量，说是你也可能是个能量，能量跟物质互换这种道理的话，你可能会接受中阴，知道吧？中医说这个阴阳它是一个环境，它平衡的，它是从阴阳平衡啊，五行啊这个角度看的。它是说它任何病它都是以一个障碍，就是说哎，就是你那个环境内分泌啊，环境它是这样的讲，就心理学呢，它都是心理障碍，它不叫病，它叫障碍。你出现了问题叫有障碍了，你的气脉啊什么有障碍了。可能佛学说心里边有结，你听过一个叫什么啊，谁讲病啊，那个谁王凤仪啊，王凤仪老人讲病，你不是接触过吗？他很多病，这个老人他就是从，他不是从佛学的角度，他是就是从一个很普通的老人，他就讲病，他就是从因果的角度讲。他说有的人真的是绝症啊，那肚子很大，肝腹水啊，他就告诉你，你就改了那个毛病，你那个就能好。就是你心理上有一个结，你认为比如说你回家骂婆婆骂公公，哎，媳妇吵架说你回去给公公道个歉你就好了。有时候这种观念真的很难理解的，说是我这个我肚子大是因为我错了吗？那些媳妇不认得，说是难道我骂他骂错了，他心里放不下那个气嘛，说我为啥要给他道歉，我这个肚子我就这个腹水就去掉了，肝腹水。他说就是这样的，你给他道歉，因为他就是那样看病的。哎呀，道个歉真的好了。但当然他这个也是一个系统，心理学有心理学的系统，每个系统都是有道理的，不是我们茫然的去否定它。哎，其实西医是最低级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否定西医啊，西医是三维的，西医是把自己把人力看成一个物质层面来治疗的，就像修桌子修凳腿，你这块坏了我割，你这块有个瘤子我切，是吧？西医是这样。但是呢，西医很实用，很实用，就是说众生马上感觉到瘤子没有了，而且你知道众生感觉到这个瘤子被切除以后，众生的心里就放松了，他的心态就很高兴，咦，照 B 超也没有了， CT 也没有了，他心里也就把这个瘤子放下了，哎，这个时候他也治了病了，知道吧？但是中医是他慢慢化化化那个瘤子，就化得慢，B 超还有 CT 还有，所以病人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中医治不了病，你看看这画半天没画完嘛，是吧？但是中医一旦画了你就不再起，就是他把那个瘤子长的那个环境外环境全给你清理掉，就是改变了，就是他会研究我为啥你这块长出个瘤子。因为人力在长东西的时候呢，先长瘤子的时候，你要是透视，如果你会透视，他先在那个长瘤子那一块呢形成一团黑气，知道吧？你会看上去有一团雾蒙蒙的气，但是里边没有物质性的东西。这个能量团就是一个能量团，你知道吧？如果将来我相信科学发达到一定，它这个能量就先治疗，就是你会可能拍片这个技术高的话，还得就黑黑的有个能量团。当这个能量团聚集到一定时候的这个能量团就，而且这个能量团有多大，你的瘤子一定会长多大。我们刚开始也是个蓝子精子跟些能量啥也没有，你就长这么大，在肚子里就长出个宝宝来，也是从无到有的，是不是？但一开始是有形的，中医是有它的系统的，嗯，就是改变一些环境嘛，啊。但西医众生，因为众生找物质的效，所以西医就更快。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把这个腿截了，瘤子切了，但心里边没放下这个瘤子，马上就复发了，它还会长呢。但是如果从心理上也把这个痕迹去掉了，它就不长。有的人得了绝症，如果好了，他把心理上也把这个得病的这个印记清理掉，简简单单开开心心的，一般不会复发。心思很重的，老记着这件事的，一般复发的可能大，就是这样。嗯，比如说身体不舒服了的时候，嗯，用虚妄看，虚妄只是其中一个方法。嗯，如果你不那么厉害的话，如果你都病得快死了，你还虚妄看，这个别人就会说你有问题，知道吧？是在本质上虚妄的，但是你还着一切相的时候，你这个虚就是只是个概念，你没有正量的虚妄。这就像我刚才说，你修耳根圆通，你能修到根闻与所闻净啊。耳根跟尘啊，耳根
闻跟所闻的，能闻的声音跟所闻，真的是如梦幻泡影，真的进了以后，你才能说耳根跟声音是虚妄的，是你心分别出来的。否则你都没挣得这个功夫，你就坐在这儿说声音是虚妄的，六耳根是虚妄的，这有啥力量？一听就着相，是吧？所以骂你一句都着相了。为什么骂的是我不是他？凭什么？知道吧？就算会忍辱也是，然后肝气不舒了，不气的。我忍啊忍，你知道多难受啊？你能三路体空，是吧？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还忍得肝气不舒难受。你还得该治治。是。